And my name is Hong Chong-Xue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Welcome back to the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two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and for each session we have three speakers. So the first speaker for the first session is Professor Guan Zhaozhen from Academia Sinica. Let's welcome Professor Guan. Thanks for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his talk. I would like to speak in Mandarin because my English is not so well, and with this mask, I think the effect is very low, so mainly speak Chinese. Mandarin. Okay. 我的题目是纳米结构里量子输运的计算模型。 那我在中研院的应科中心跟清华大学物理系。那在科学上，大家做原子尺度的模拟，其实已经行之有年。那像这个是一个 standing wave， 所以在理论上，当然第一原理可以计算这些。那像广并这些系统也可以计算，但是实际的工业界其实是通常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 那像一个 transistor， 通常有 channel， 有介电子，然后有substrate， 所以如何模拟这样大的系统，然后从低原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工程方面的话，其实，在做一个 IC 的时候，其实现在都已经会先用软体做过模拟，然后才真正去做这个 IC。 可是之前的模拟多半是用一些 parameter， 或者是像做这种 ID 课的话，会是用波兹曼 equation。那真正等到现在这个 IC 的尺寸缩小以后，其实量子输运变得重要，有些量子现象是要考虑，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领域，那仍然很有发展的空间。 那今天我会讲三个例子。那第一个是说，在 MOS2 这种二维材料跟金属的界面的地方，它的contact resistance。那第二个是说，如果 WSE2 这个二维材料，就是单层的，然后如果有金的纳米粒子吸附以后，它的电子特性跟 传输特性会有些什么样的改变？然后最后是其实铜线是 IC 里面最常用的这个 interconnect， 就是通路通道。那它的绝缘通常是用二氧化锡来做的。那这个二氧化锡随着电晶体的变小，其实也变得越来越薄。那 它的这个漏电流就变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好，那首先就直接进到这个二维材料的接触电体。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理论的工作已经做了，他们是把这个 MOS2 放在金的表面上，然后算一下它的这个density of state， 然后看到这是 MOS2 的 density of state， 所以这边有个 back gap， 那放上金了以后，会有一些金属化，所以这边会出现一些state， 但是在肺里面上其实是没什么 state， 那在 MOS2 跟 TI 接触之后，在肺里面上就会有比较大的 density of state， 所以 他们的计算结果是推论说，他这边是画这个MOS2 跟金，还有 MOS2 跟 TI， 所以他们也可以画出它的这个 potential barrier， 所以可以看到金的 potential barrier 其实是比 TI 的大，所以他们的推论是说，金的接触电阻应该比钛的接触电阻来的大。 那过了4年以后，理论上仍然是这样认为，就是这边是金的那个
potential. 所以看到 哦, 对, 这边是金的, 所以看到一个 barrier, 然后 TI 的没有 barrier, 所以金的接触电阻认为是 TI 的大。 可是在去年的一个实验，其实他们总结了一些别人的实验，但他们得到结论是说， TI 的这个接触电阻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是大概 1000 KOhm 左右 per nano per micrometer。 那金的话呢，是如果是超高真空底下的金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其实金的接触电阻要比 TI 的小得多，所以跟之前的理论的预测都不一样。那2016的这篇文章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之前他们算这个接触电阻是考虑了无限延伸的金， 然后跟这个 NOx2的接触，所以他们考虑的从这到这的接触电阻。可实际的传输的时候呢，除了这边有接触电阻之外，电子从这里跑到这边的时候，因为这个膜是不一样，这边的膜比较多，这边的膜比较少，所以这边仍然有另外一个接触电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他们为了模拟这个系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latex 的 mismatch。那金跟这个 MS2 其实金格不一样。那他们有一个做法是说，要么就是金配合 MS2， 或者是 MS2 配合金。那这样子算出来的 transmission 其实都是有些变化。 那讨论到这个接触电阻，其实在实验上他们量的接触电阻是怎么量的呢？通常他们是这样做，就说，好，这边有个电极，这边有另一个电极，这边一个电极，这边一个另一个电极，然后 MS2 放在上面，所以他看这两个电极间的电流，除以电压，或电压除以电流，那就得到一个电阻。 那这个距离如果是5个 micrometer 的时候，得到这一个点，然后缩短这个距离，变成4321个 micrometer 的时候，各得到一些电阻，然后它就外插到0的时候的值，所以这个就是外插得到的结果以后是所谓的接触电阻，可是。 其实，即使是最短的距离，还是一个 micrometer。那一个 micrometer 对地缘仪器算来说，其实就是无限远。所以，在这边我们只考虑一个界面，就是MS2 跟金属的一个界面。那我们看电子经过这个界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推论它的 接触电阻。好，那我们算的时候呢，这个是 TI， 然后这是上面这是 TI， 底下是 MS2， 这边是 TI， 这是 MS2， 然后这边是金，然后 MS2， 那在 TI 跟 MS2 的时候，它的这个金格的 mismatch 大概是8%。 然后到了金的时候，大概是 11%， 然后这个是 SD 跟 MS2 的结果。那这个结构最佳化是包崇伟教授他们组做的。然后我们就用 Nat'l 算一下它的这个 transmission spectrum。所以这个绿色的。 是 SD 的，然后红色是金，然后黑色是 TI，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的确 TI 的大于金的，大于 SD 的，所以我们的
计算建议是说 SD可能是一个 材料可以提供比较小的接触电阻。 那 我们中心的同事林实验 他做了这个实验， 然后这边是 SD， 然后这边是 MH2， 所以在这个 PM 的底下你可以看到， 这个 SD 是层状结构， 然后 MH2 也是， 那这是包老师他们做的这个计算。 那实验上他们量到的接触电阻就是外插了以后在这边， 所以 TI 是在这上面， 然后 SD 是在下面， 所以 TI 的接触电阻是大于 SD 的， 那个值的差大概是从 3000 可以掉到 7.8 左右， 所以这个 SD 是一个很不错的制造接触的层状金属。可是 SD 要制作的时候呢，他们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 MB， 一个是热增度。 MB 当然是比较贵的，所以你要做大面积的制作是困难的。那可以看到在200度C底下，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产生层状结构， 所以也都有还不错的 performance。 可实际上的工业里面，你要用到200度C的话，可能会损坏很多的微结构。所以林思燕老师他们的建议是说，用 SN 取代 SD， 那这个是锡，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室温或者是150度C底下，它都可以形成层状结构。 然后可以跟这个 MOS2 有接触，那这个也是包陈伟老师他们做的结构计算。那他们实验上的结果是，基本上是这个是 SN 的，这是 TI 的，所以如果外插到零的时候，的确 SN 是比 TI 的 这个接触电阻还小。那我们的计算是这样的，就是transmission spectrum。然后可以看到在肺里面上的时候 ，SN 的这个transmission， 就是说 conductance 的确是比 TI 的大。所以接触电阻来说的话，这个是 TI 的，那这个是 SN 的，所以也是小了1000多倍，6000多倍。千倍，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计算结果。然后接着看，就说如果 WSE2 也是一个二维材料，那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半导体工业里面，都是用 silicon。那可是你看一个 IC 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性质，那这些性质通常是靠 doping 来决定。 就你本来是一个半导体，但你doping以后，它可以是 N type， 也可以是 P type， 那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所以人们也想说，那在这些二维材料上面做一些 doping 的话，对它的性质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这边这个工作是2015年，加州优西神塔巴巴拉的教授做的，是。 他是胡正明院士的博士后，那胡正明院士的另一个博士生，在伯克利也是做二维材料很有名的人，所以胡院士在除了自己研究做得非常好之外，他也培养了几位很厉害的主人。那他们这个工作里面是在 MOS2 旁边有两个接触的电极。 现在是金跟尼克混成的，然后他们在上面 dop 这些金属的 nanoparticle， 那可以看到，如果是金 dop 的时候呢，这是本来没有 dop 的结果，这是 dop 以后，所以金 dop 使得它的 conductance 变小，那这边是 gate voltage，
这边是电流，所以这是类似电流。那这边是linear scale，这边是log scale，所以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那看一下这个就可以。那如果是PT的话呢，也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这是没有dog的时候，那这是dog以后。那其实一般人们在想的时候，一般的认为是说，如果你放了金属的 那通常导电性应该会变好，那为什么这边导电性差了那么多，变得就是差了好几倍？那另外他们在这篇文章里面也做了WSC2的，那发现也是类似的趋势，比如说这边是原本的特性曲线，然后有了这个nanoparticle以后，PT的nanoparticle。 那这个整个电导就下降，所以我们也做这个方面的模拟，就是我们用 WSE2， 然后上面放金的 nanoparticle， 然后这是用 FAST 计算。那我们是三种不同的 size， 就是13颗原子的，就是32颗，就是60。 68颗，然后我们发现，如果你把它的吸附能随着距离做图的话，你用第一原理算出来的这个曲线就是一个 Nanostructures potential， 那这个点是算出来的，那直接用那个 potential 去 fit 的话，得到这个实线。那随着尺寸变大，这个谷看起来好像变得比较浅，其实并没有。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大小的话，这个 scale 是到这边是一样的，但它整个系统变大，所以这个曲线看起来比较平。那这是原本的 base structure， 那有金的 nanoparticle 吸附了以后呢，它基本上在这个肺里面这边插入了一些新的 band， 那随着尺寸变大，那个 band 就变得比较多，然后当然这个。 肺里面也稍微有些移动，但是这些插进来的 band 呢都是平的，所以这个平的，如果我们从 base structure 的斜率代表载子的速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上面所有的载子都是不会动的，因为金的 nanoparticle 跟 particle 之间其实隔得很远，那他们如果要传电子的话，必须透过 WSE2。 但是金跟 WSE2 的 coupling 其实又不强，那所以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可以传导的电子。那我们这个推论，当然 Jeffrey 就问了一个问题，是说，那你们有没有用 nano decay， 就是说你们有算一下它的 quantum transport？ 那这是我们算的结果，那。 就是用 nanoparticle 的话，那个系统太大了，算不动，所以我们就简化一下，用一颗跟用三颗。那这边看起来是一颗，其实因为这是自己方向，那 xy 方向也是周期性无限延伸的。其实这一颗代表是一条圈，那三颗就是三个 圈 这样，进这个纸面。 所以算出来的 transmission spectrum 可以看出来，就是本来这边是 WSE2 的，那有这些金的 dog 以后，的确让它的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都变小，所以这些金的 nanoparticle dog 的确是让它的 conductance 变小。然后再来，我们讲到第三个题目是说，从 SiO2 同这个 junction 之间的漏电流。那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 Nanostructures 已经有一个看法了，就是说
现在随着transistor的操作速度的增加， 这个整个device的速度其实是预期是增加的。 可是实际上，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 这些transistor跟它的那个电线连接以后的一些 讯号传输的速度， 所以在 2004年的时候 就左右用的最主流的那个连接线仍然是铝的，然后它的隔开这些铝线的材料是 SiO2， 但他们发现随着时间增加，这个铝线越做越细，因为密度越来越高嘛，所以铝线就要越来越细，结果它的传输速度就跟着下降，因为越细的铝线，它的这个 变阻就越大，所以真正一个元件的工作速度就落在这里。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增加铝线的导电性，所以就由铜线来取代铝线。所以这个是一个04年一个90nanometer的transistor的IC里面 的一个剖面图，所以它一切开来，你就看到，有很多这些铜线，然后它其实是构成一个框架这样子，但因为你是一刀切下去，所以看起来就变成平面的这样子。那中间这就是那些介电材料，所以画成一个等效电路图的话，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这边有铜线，那这边有介电材料， 这就是另一个铜线，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些 RC circuit， 就是有些 RC 电路。那造成它这个速度下降的原因，除了电阻增加之外，这个 RC 的这个 delay 也是很重要，因为本来的想法是说，如果这个尺寸一直缩小，那漏电流变得很严重。那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那我们把 SiO2 换成一些高 K 的材料，那么它在很薄的时候，它的导电性，它的绝缘性还是很好，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天不从人愿了，就是你用了 High K 的 material 以后，整个 RC 就增加了，那没有办法，所以最后现在一般共用通用的仍然是二氧化钛，不是二氧化锡。 所以现在最常用的主流的这个导线仍然是铜，然后主流的介电材料是 SiO2， 可是到了现在已经2020了，让人很讶异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很少，之前是有两篇文章是讨论 这个介面的问题，但他们只看这个稳定性跟一些电子结构，那并没有做transport的计算。那通常他们在看结构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介面上，你可以是是 SiO2 嘛，那可以是这边有两个氧接到这个铜上面， 或者是少掉一个氧，就一个氧接到铜，或者是直接细接到铜上面。那我们叫这边这个是 oxygen bridge， 这个是 oxygen pool， 然后这个是 silicon ridge。所以我们算一下它的这个电流，在小偏压底下的电流，那可以看到，其实绝缘性最好的是多氧的这个介面，那绝缘性最差的是缺氧的这个介面，所以这个电流可以差蛮多倍。那因为实际上是这个电晶体在运作的时候是有一个电压在那边，然后电流这样子跑来跑去，所以它其实不是平衡状态的，它是一个非平衡的系统。 所以我们要看 transmission 的话，要看
在偏压底下它的传承性 spectrum， 所以可以看到在0.4伏的时候， 这是 all poor， 然后这是 all rich 跟 second rich 其实都很小，所以 0.4伏的时候， 大概是只有红色这个有一些变点。 那在负0.4伏的时候呢， 这个蓝色也有一些电流，所以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也有，就是说，因为从单刀，可以看到，在transmission coefficient底下的面积其实就是电流，然后到了0.8的时候，可以看到 0.8伏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面积又增加了，所以这边的电流就变大。到负0.8伏的时候，这个面积又增加了更多，所以这边的电流是比这边的电流还大。那，在这边是缩小电压底下的漏电流，这对工业界来说是重要的。那工业界还有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那加到多大的电压，这个绝缘体会失去它的效能，就是那叫做 break point， 就是breakdown point， 或者是 dielectric strength。那这个要考虑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必须加很大的偏压，然后算电流。那就目前的 计算资源是没有办法做到，那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是直接看这个 transmission 的 spectrum， 所以这个是平衡态下的，并不是真实的非平衡的，可是这多少可以反映一些事情，所以从这边看来的话，本来我们最建议用的是，就是绝缘性最好的是 多氧，那这个是氧的这个比例，从这个 silicon rich 到 oxygen poor 到 oxygen rich， 本来是 oxygen rich 是最好的系统，因为它的电流最小，可是当你考虑到偏压的时候，它却不是最好的，因为看它的曲线是往这个背面以上偏移的，所以它这边是 conduction band 在这里，那 valence band 在这里，那意思是说，你这边电压只要加一点点，它就有电流，所以它的dielectric strength 其实是低的，它这个 gap 越中间的话越好，所以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最好的其实是50% dope 这个，就是oxygen pool 这个系统。 因为它这个红线在这里，然后这边的话在这里，所以相对对面来说它是比较适中的。所以如果现在这个系统是要让它的这个 strength 加强的话，我们建议是用oxygen pool 的系统。那此外呢，如果我们考虑这个 oxygen rich 的系统的话，如果我们增加这个 氧化层的厚度，那要多厚的时候它是好的，因为你越厚的话，你的 device 就越大，你的密度就越低，那不好。那最少它需要多厚？那我们这边的建议是说，在 1.5层的话的这个 SiO2 大概就可以。 因为看，如果0.5层的话，这边有一个跑进来的这个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不太好，可是到了 1.5以后，基本上这个浅蓝跟粉红色就重合了，那这边也是在这里，所以是 1.5层以上的这个 SiO2 就可以。好，那我的 summary 就是说， 我们考虑了这个 MOS2 跟 SN 的接触电阻，那我们的建议是说，TI 跟 MOS2 的
系统有比较大的 contact resistance， 跟这个 SN 跟 MS2 的系统比起来的话，那在 WSE2 上面有基因的 DOF 的时候，没有 DOF 的系统 transmission 最好，有 DOF 基因的话 transmission 会变差，那解释了实验上看到的一些现象。那在铜跟 SiO2 的这个界面的情况呢，如果在小电压底下，弱电流最少的是富含氧的系统，那弱电流最大的是缺氧的系统。但是如果考虑就是 dielectric strength 的话，介电强度的话，最好的是oxygen pool 的这个反而是最好的。那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合作者，就是林实验教授跟鲍守美教授，然后博士生林冠博，就是跟成大共同指导，还有硕士生曹慧伟，然后还有之前的组员，现在是成大材料系的副教授苏彦勋。好，谢谢各位。Okay,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comments? If you want to speak in Chinese, it's all right. Any questions? Oh, yes.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how you simulate the current and the bias. How you simulate the bias potential and current by VAST or by other software? Sorry, it's a very simple question. Okay, it's a good question. FAST, in FAST, no this function yet. But in Nail the car, it is natural. So basically, in Nail the car, you have this kind of system. Then here in the central, it is a scattering machine. Now here is the electrode, left electrode. Here is the right electrode. Then, when you apply a bias voltage, means the Fermi level here and here is different. Mm-hmm. So you just rise the chemical potential of this electrode. Then it is an equilibrium system. Oh, also, so you mean that you manually add or decrease?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chemical potential? That is depend on the bias voltage you apply. So the Fermi level is pinning at this difference. Okay. Then this part you will have a self-consistent calculation. Mm. So the potential can match. Also, what's the theorem of behind this nano calculation? Okay. This is non-equilibrium Green's function. So basically, use non-equilibrium Green's function, you can construct the density matrix and construct the Hamiltonian of the system. Through the self-consistent loop, you can get this kind of result.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Yes. So, Professor, I know your approach and I do not understand whatever you said. So your the lens is so small short, so it's in the range of ballistic region, right? If I'm not mistaken.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e channel is short. Yes. So it's in ballistic region, right? Am I right? In far? In ballistic region. Ballistic, yeah, yes. Yeah, usually this scale is a small, is a shorter than the mean free pace of the material. Course I know that. If you increase the lens, then you can use the Boltzmann equation, or Boltzmann Bostrap. Oh, okay. In Boltzmann equation, basically, it's used
Newton mechanics plus statistics. But in Green's function or Landau picture. Yeah. That is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plus statistic case. So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However, in some approach, the size increase increase continually, then these two systems will become the same. So the Landau picture will give the same result as the Boltzmann picture. So it's better to become longer or shorter? I mean, which one is more efficient, Boltzmann trap or this? Of course, for the longer channel. So why you didn't use the Boltzmann to increase the length and have a longer channel? But if you need to consider quantum effect, yeah. Boltzmann equation doesn't have that, right? Yeah, of course. Right. So you still need a Nanostructures picture.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ny question? Comments? Yes, please. 那个金跟钛的这个 transmission 为什么跟之前的文献相反的那个 trend？ 金跟钛，你说前面讲有一个文献，之前的文献都是，之前的理论计算是都是说金比钛好，对不对？那金的比较差，就是 contrary 是比较大。 可是他们这个是，你看他们只考虑这个界面而已，就是只有基因跟 MS2， 可是实际的系统是这样子，就是这边有个界面，这里还有一个要传输过来的，所以这个 contrary 也是重要的。然后当然这个中间的这些mismatch 其实也是重要的。 所以还有很多可以研究。那有一些人，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只做了一个界面嘛。那当这个圈小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做两个界面，然后直接算电流来看。那胡正明，院士带的，就是现在有一个研究群，也是在做这方面。那跟交大电子还有交大电物，我也有参与，然后林冠平也有参与这样子。 那他们就做很多这个两个probe，然后中间有一个channel这样的计算。Any more questions? Can I have one question? Yes. So since you concerned about the dielectric strengths and also some kind of calculation, but your calculation always based on th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Yes. This is that the dielectric section is definitely beyond the beam field theory. So, have you taken care about the many body effects in your calculations? Please, thank you. yeah, good question. However, many body theory is good, but always the system is not so big. This is a big system. And the self-consistent between the electrode and the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harge transfer can make Fermi level in a different level, then the physics property change. So far the many body correction, people are trying to use that, use GW and something, but in transpose, since it is not so important. And there are some methods now can estimate the thing get very well. That use the anybody theory. For example, recently we use the GGA minus help. That seems very good actually. When we calculate the gai tai kong, 然后用那个 GGA 减二分之一 他把那个氧的那个分数稍微调了一下，然后就可以跟身体的比较还蛮不错的。Okay, thank you. So, is there no questions? Let's thank Professor Kaun again.
Thank you. Let's move to the next talk. The next talk, my speaker is Professor Kaun from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et's welcome Professor Kaun.